知道四乘四，甚至六乘六，但是八乘八看过没有？我的天哪，这是要是干嘛呢？八乘八，瞄一下啊，这个咱们浪浪看一下吧。八乘八怎么弄啊？哇，这个东西的单打是一百，哇，这个轴这么大，笼子。传动，那其实塞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油箱，天哪，加一次油得加1000块钱吗？这是什么发动机就放在这儿了吧，对吧？前面只是一个车厢。我的妈，这个就等于平时人家开大巴那种方式，顶在这上面。这个玩法，我天哪！哇，前面大轴也这么大，这八乘八吗？太恐怖了吧！哇，帅！